我先告诉你说，你身体你要不要自己去掌握？因为你们今天在台北里面犯了一个大毛病，你们都犯了一个大毛病，那个大这个病真的很大。爱儿子，爱女儿，爱孙子，爱媳妇，爱先生，爱朋友，爱他，爱他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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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忘了爱谁？没有爱情，蜡烛了五六毫升，烧都忘了谁？自己。我一直跟着，为什么我这十六年来95%以上都是女学生在跟我上课？男生很少跟我上课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每次上课都会骂男生。不是，我每次上课都会骂男生。我一直希望说，男生女生是应该平等的。那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，一加一等于多少？二。一。一。零。零乘大。是。零三。我讲答案哈，你知道你们现在有两皇帝了，在家庭里面哈，太太不给先生做爱哈，先生强暴做爱，犯了什么罪？强暴罪，对不对？现在皇帝谁是你们？母亲。没有错，很多年前哈，我看电视的时候，我跟三个女生坐后面，有很多都要在新庄辅仁大学，那是历史。我刚好把这两个人讲完以后，他说：“哎，那边有位置，停车就上去，上面有那个咖啡厅，我请你。不讲你一天都赚多少钱？我讲3000块，要坐15、16个小时。哎，我3000块钱上去，你把刚才那个再讲一次，我要问你很多问题。这个就是我当时提出来，他认为很好，他能去找更多人去。那我第二个问题说，一加一等于多少？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结婚，等于多少？”是等一个大一等于小一，一个男的跟女，也就是说一加一等于多少？一个大一，也就一个家里要两个，一家之主是两个，不是一个，两个小一，男生女生的身体是各自独立的，女生身体不是男生的去化学器，不是男生的宠物，不是男生的财产，它是独立的。我希望内政部立马，内政部说，是事情大，男人不同意。但是我一直到外面上课，我要告诉你，男女应该是很平等的，因为你男女平等的时候，其实谁才是最受益？因为女生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当女生把这个地方搓开以后，女生不把阴部当作性器官的时候，她懂得自己摸阴部摸高潮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女生一个东西产生无限大，来跟我说。腹腔胸腔打通，腹腔胸腔打通，你的情绪仓库就充满了爱，情绪仓库充满了爱。很奇怪，很多女生来跟我上课，有女孩她天生已经昏迷了，或是已经昏厥，或者怎么样，气，她老公外面有小三小四了，气得要命，跟老师学上课也来好了，情绪好了，她竟然会说：“老师，我带我老公跟她小三小四跟上课好不好？”为什么不再生气？老师跟你学完以后，为什么觉得以前很气我老公，现在我觉得我老公好可怜，他哦要回家要打电话问我儿子妈在不在，在，你看讲我待会回去拿东西给你们吃啊，拿钱给他，啊老师赶快再钱给我，他去房间儿子看他妈妈，看一下，看儿子，我还有事情呢。我知道他要去小三那边，说你看，去啊，他去小三那边，他要去小三的爸爸妈妈那边，他去哪里？那他好累哦，一天一个蜡烛，他有何苦呢？我现在很担心他的身体承受不了，我现在不会来烦他了，我是担心他身体。哎，你看这个太太已经变成充满了怎样？好爱，因为他这个地方，来再跟我诉说一下。情绪仓库，你要不要把它打通？要。打通气派其实不见了，而且你的慈悲心会无限量的产生，充满的爱。你看事情就不会再用是非看事情，你会用角度看事情。当一个家庭女人用角度看事情的时候，这家庭就开始幸福。所以这个地方要不要打通？Yeah. 因为癌细胞只在你血液不流动的地方，
癌细胞占缺氧的地方，癌细胞占酸性体质的地方，癌细胞占淋巴吃过多的地方。所以有癌症的人，刚刚有谁说有癌症？回去叫他盐巴不要吃，很快就。叫盐巴。有几个是来了。盐巴。我告诉你，有癌症的人哈，我会告诉你，第一个盐巴不能吃。